场提供给他们啊，然后一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哦，我来赠送给他们，让他们可以透过哈、哦，对于啊林群老师的这个、哦、漫画这个手笔哈、哦，能够更快速的哦来了解台湾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文化。当然这应该是刚开始啦，后面还有更多、哦、其他的乡镇哦，其他的文化不同的方式，那我们也很期待哦。林群老师未来的大作一步接着一步，那我们也希望、哦、能够海雀资源不多，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连接其他公部门的资源，让这一个、哦、这个想法跟概念能够、啊、迅速的、啊、在台湾传递下去，让大家都知道说怎么样让我们台湾的乡镇、啊、文化啦、哦、能够让大家都快速的知道、哦、啊在这里